90多岁的奶奶每天都活力满满，跳舞打麻将两不误。她的小秘密竟然是每天一碗苹果小米粥。这款粥不仅美味可口，还能帮助我们保持健康。首先，将苹果切成薄片，再切成丁，山药也切成片，然后将100克小米、苹果丁、红枣放入锅中，加入清水，扣盖煮30分钟。煮好后，加入一勺红糖和一把枸杞，再煮3分钟即可。这款粥的暖心暖胃效果非常好，每天早上来一碗，既能滋养身体，又能提供足够的能量。此外，苹果小米粥中的苹果和山药都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抵抗疾病。而小米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粗粮，有助于促进消化和保持肠道健康。这款简单易做的苹果小米粥不仅美味可口，还富含丰富的营养，是保持健康的绝佳选择。快来试试吧，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美食的魅力吧。